环保署他们今天制作的，是我懂，环保局。我懂了，所以我是说环保署。哦，高雄是环保局全国第一名的。那当然。前天还中区那个焚化厂也是第一名的。是是是，那天我们有来写。这个环保局做这种广告实在是太差劲了。环保署说错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是环保署。左上角那个麦克就是环保署的哈，我今天才认识。整篇文章这个开头“环知国际有限公司”这样是不对的哈。既然是官网开头就要写环保署，因为它的公信力才够。我看到“环知公司”没听过，我就把它丢掉，我不看了。谢谢，鼓掌哈。对对对。贵姓大人？我姓许。谢谢。